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朋友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我们继续玩生活幻想啦。最近一直频繁更新，是因为生活幻想快结局了，然后又《天命情运》这款游戏出来了，所以大师我必须赶快把就是生活幻想的债给还完。雀春，帝君当年之举是为稳定九州，不得不为。哼，所以就能将罪责全数推到为他尽心尽力的未央身上。这啊，公开处刑，还让他死后污名在身，这个仇我一日未忘。啊，幽冥。好累啊。不，不能睡着，得去帮忙。没想到你就是季雪。不，我早该想到，你的容貌和你的父皇母后是如此相似。住口！你这个阴险狡猾的伪君子。季雪，此事并非如你所想。当年青鹿临去之前，要我答应绝不能让你窒息。事到如今你还要狡辩？季雪，斩火只会让混沌更加壮大。只你一心复仇，那么就直冲鱼来，鱼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休想让我再信你之言，一起放心，我今日就要为父皇和母后报仇。云兄，不可能！一七弟，你动了什么手脚？是你，也就是你。我叔，你们有伤在身，快退后，云兄交给我。皇子，让你痛苦的是他们吗？让我来为你清除障碍吧。得罪了。失礼了。
雪阻止。我要亲自杀了一极地。云兄，你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痛苦，伤了兰香姑娘，一定也不是你的本意。一定是你，一七弟！我要杀了你，为父王母后报仇！请多指教。哎呀，现在听不见任何话语，只能尽全力阻止他了。接法，剑鸣长空，柳慧醒之后，才从萨雍国主那里得知，当年他被混沌影响，在玄冥大街对祭雪大哥出手，结果造成前国主死亡，王后也因祭雪大哥混乱的玄冥之力而殒命。难怪神医会封印自身记忆，既与一极地无关。可恶，定是雀春对神医做了什么。真相残酷，义父才不愿言明。未料祭雪大哥还是一起了。小飞星，神医哥哥，南北斗星神，不行，你们不能使用南北斗星轮相搏。天极星落，九州浩劫呀！
摄氏王。啊，大义，什么？摄氏王？是他。大义，你做了什么？原来都是你杀的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速速执行相望之阵，绝不能让混沌幽鸿轻覆人界。是。保护神武！一群蝼蚁，给我杀！为什么都不说话了？是早已预料，还是无话可说？愚以为你永远不会背叛我，是愚之过。你可知道这一天我等待了多久？复生！一只书。颛顼以为将天柱藏匿于此，天界就能高枕无忧。只可惜，一旦我将神鳌之族再次斩断，天人两界将无一幸存。一起放心，我要将你和天界所珍视的一切全部摧毁。天地有令，大义操纵混沌，祸及三界，其罪难容。自此刻起，谢其剑神称号，束手伏诛。天上那些家伙惧怕被混沌吞噬，才派你这个游荡在两界之间的黄毛小儿来送死吗？你这架子倒是端得挺足，颇有你九个哥哥的风采。住口！你这罪魁不配提我兄长。居然还能调遣天将，但怕是太迟了吧。追！小玉有劳你照顾了。惨了！大义居然想把天柱给弄断，九州要真被他灭了，我们在这里厮杀还有啥意思？看来我们这般相残，正好随了他的心意。父上，神鳌之族关系重大，此刻可还有补救之法？已与残存之神力，已不足以再实行相望之阵。神鳌之族分居天地四方，大义此时必是去了东海。为今之计，除了必须阻止他破坏天柱外，还需设法修复神器。九州或能因此博得一线生机。只是此刻柳渊、黄镇皆被混沌侵染，修复恐需极大灵力，甚至付出生命。神器柳渊是我毁去的，我和所有族民会负起全责，无论代价。那便兵分二路，一方专注修复神器，一方追击大义。帝君，我愿立即出发东海，阻止摄日王。哼，小子居然抢了俺的话筒。
义父，兰香野元帅乌部全力修复神器荒阵，寒荒也愿协助。香儿，修复荒阵有余主持，你速与飞星继学皇子和舒儿前往东海。修复神器非一时半刻可以完成，在你们修复的期间，我会率领巫贤国民唱诵天勇之歌，赞以混沌汹涌之势。多谢诸位愿意同心面对此一劫难。珠儿，你且留下，余再与你商议百姓避难之事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没看到人迹？阿天，谢谢你为我们担心，但是只要是人界的一份子，就有责任守护这个九州，就算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。笨蛋，你们凡人全是笨蛋，明明前一刻还打得你死我活，现在却……我们人确实奇怪，心之所向。如今天盖破损，暴雨倾泻，还是多了解一些情况再出发吧。好，刚才对话被我打断了。我先升级一下，要是帮你吃了它，你是不是该让老子尝一口了？你吃得了它吗？这老子不管，只要老子把它搞定，你就得遵守承诺。倒是老子要一口一口慢慢吃，直到连汁儿都不剩，那滋味肯定绝妙极了。这糊涂小子，害得本神神识差点就被你的杀念所吞噬。还有
天极星。抱歉，我会肩负起自己所有的过错。现在，我已不再迷惘。既然你选择了我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能做到的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，我的好徒儿，你终于开窍了。那咱们师徒来大杀一场吧。孩子切记，孩子切记，眼下一然后我们聊完这集就会结束了。而纯月与父上一同担负起善后之责。余知天命将尽，你必须誓死保护九州子民。希望此去还能再见到这里的诸位。我听哥哥去喜欢原本的天空和美丽的大地，我们一定要帮小飞星还有朝阳哥哥阻止大坏蛋才行。我听哥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人界就要灭亡了，单凭这些傻瓜是无法力挽狂澜的。不再犹豫什么，趁现在将天际所有五色石取下，再将他们的神力全部还归姐姐，姐姐就能回来了吗？可是若真如此，失去立足之地的他们焉能存活？我究竟该怎么办？阿天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在和严威说话。你们全部看着我做什么？要走快走。好，我们这一道面结束吧。那喜欢频道的话，到我频道别忘了图片按下订阅，也可以把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之后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继续收看，拜拜。